Hello, Vogue 网友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艺兴。这种东西其实很多概念性的东西都是因为是我给出来的嘛，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概念性的东西最后就是别人在做出来的时候一定要给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跟最后的一个结果。比方说画的画，比方说在挑选照片的过程中间，那当然是我必须要参与，因为这个对我来说至关重要，非常纠结，纠结的要命。比方说大航海的简体繁体的那些字，就是所有在设计的过程中间所有的字体大小，包括颜色色调，包括虚焦跟对比度，整体各种都在跟设计师进行交流，然后最后让我选择的时候也是一天两天三天一直在变，然后可能到第四天第五天才把最后那个选出来。应该是年龄吧。谢谢。宅在家吧。那是贝壳呀，那是贝壳呀，亲爱的，那是贝壳的那个单面那个什么，从上往下看的俯视图啊。这却没用，这个事儿吧，你睡不着，你什么办法？我也跟你们一样，能理解，但是就是能尽量早睡早睡呗。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